3月7，这是一个两件套，上面是一个长袖上衣，下面是一个裙子，然后这个上衣是拉链的，拉链在后侧，拉开之后再穿。它上衣这里上面袖子这儿的都是固定好的，直接穿进去就行。然后这块布两边拉起来，然后在中间打个结就好。这个别针是用别针固定的，这个然后固定在左边。这是它的裙子，裙子是带有拉链的。这是腰间挡布，腰间挡布是魔术贴的，然后我系上用魔术贴在后面固定就好。它后面还有一个装饰，然后也是用别针固定的，固定在这两个口中间就好。这两块是可以放开的，然后把它固定在中间，然后把蝴蝶结整理一下。然后这个相机是单独的，它是有小夹子的，可以固定在这里，用小夹子夹在这个橙色的布中间。它还有一个手套是三指的，露出大拇指和小拇指。这是它的腿环，腿环上面这个装饰是用别针固定的，然后下面这里是用魔术贴的，可以撕开。这个是皮筋的，可以直接套在腿上。这两个是它的腿饰，它还有一个耳饰。